大家好，我很高兴你们今天过来参加我们的在线研讨会。我叫安娜。我先介绍自己，我学了经济，毕业以后我到中国去，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学了中文，然后呢，在上海做过贸易。然后在北京，开过了进出口公司，好几年跟俄罗斯合作过，发过好多好多产品到俄罗斯，总共住过9年在中国，2019年，回到俄罗斯，一会儿就回不去中国，现在没有办法了，其实很想在中国的生活。我今天想给你们介绍一下，Wecco 世界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每天发展，每天越来越多客户过来参加公司的项目，所以现在刚好我给你们跟你们说一下这家公司的情况，然后认识一下，咱们就开始。Wecco 世界有限公司已经3年顺利的工作，已经世界上有十多间办公室你在地图上能看到好多国家已经跟 Wecco 公司合作，很多人现在3万个人，其实已经更多了，因为每天很多人想合作，很多这家公司给我们准备了好多投资项目，这里写的是7多个，这个7多个是最流行的，其实更多，十多个我觉得，对。我先开始的时候，我想给你们说一下 Wecco 公司是什么。他们就是他们的梦想是做一个很大的系统，很大的商业系统，准备一个有利的环境，他们的目的是准备一种很大的市场，谁都能参加的，谁都能，标志他的产品的，就是不管是人或者公司，谁都能合作，他们重要的目的是团结。人们就是不管从哪里，世界上每个国家，从每个国家都来的人，谁都能合作。他们想做一个容易合作的环境。为了得到这个目的，他们就准备好多事，就是做了好多事。他们自己发现自己的 Wecco 硬币，自己准备了一个交易所，咱们来看一下主要的公司目的，就是创作有利条件。他们的意思是，不管你是个人、个体户、公司什么企业，就是不管小公司、大公司，谁都能合作。现在他们就是想扩展现代的金融工具。他们想把相互结算做个特别简单的。然后呢？他们向所有加密货币做个一种正常的货币，就是谁都能用的。
做所有这件事啊，所有数据资产做个简单的日常用的，谁都能懂的这个样子的。为了得到这些目的，公司已经做了什么？他们现在有本公司的区块链，他们这有自己的区块链，给他们一个很特别好的好处是所有交易现在是免费的，他们有自己的金融工具一个是 VIC 硬币，一个是 RA 代币，所有公司的项目现在就是用这两个金融工具然后呢这家公司 Wecco 公司已经进入好几个交易所你能看到 PRP、BRB、YBIT、BTC Alpha，然后他们自己的 Coin Galaxy 交易所现在他们就是想扩张 Wecco 生区。并发布数字资产公司有很多自己的培训，他们准备了好多资料，每个人都能理解好这种事，然后容易用的，这个是他们很大的目标就是什么都做个简单，给谁都能理解好，谁给每个人介绍一下加密货币的是和资金简单用交易所的方法。咱们再说。Wecco 公司的优势第一方面是所有交易用加密货币的交易全部都是安全，全部是透明的而且免费，完内是免费的很好的好处是，不管是你在哪里，哪儿都你能做个交易，Wecco，公司，给我们介绍了他们自己的 VIC 硬币和 RA 代币，和准备了好多项目，每个项目中都能用这两个，加密货币。现在这两个加密货币 RA 和 VIC 有价值的，而且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资产现在每个人每个合作伙伴还能当。那 Wecco 公司 Coin Galaxy 交易所不好意思，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股东你自己能选择什么时候你工作，你工作的时间，你自己选择方法，你自己找个合适的项目。这个很好的优势，而且Wecco 公司已经3年发张，已经3年发张，然后越来越多人参加 Wecco 公司的项目，每个人都能提高他的利润，每个人能找到。合适的项目，这就是
证明公司的靠谱。再我们说一下，公司建立的是什么？第一个由全球资本投资决策。第二个第二个是有自己公司的交易所，所以你可以简单的做个交易。第三个是社会方向。如果之前你已经参加过不靠谱的项目，公司给你机会补偿损失，这个一个特别好的机会。第四个是什么？是很多人对自商事业感兴趣，Wecco 公司能给你们这样的机会，这样的项目。这里你能看到好多好多中国的Wecco 公司的项目，好多好多咱们找时间单独说一下每个项目的条件我先给你们说一下最流行的有两个是19师和有 profit board，这两个是最常用的，很多人喜欢这两个项目，因为开始就是合作的时候，存款是特别小，每个人都能参加，就是谁都能参加这两个项目，然后在我们找时间，我给你们，在别的一天，咱们商量这所有的这些项目的情况，我想跟你们说一下 Wecco 公司的历史。他们刚开始的时候，19年，发现自己的那他们先发现自己的 WTP Web Token Pay。他们先用之前的别的区块链然后呢价格当天是为0.03美金2020年的3月份公司开始用自己的区块链结果呢资产价格增加好多，然后这个 WTP 代币一会儿换成 WEC Wecco Pay WEC Wec 我们说 Wec 硬币发行有限，这个是2100万那公司打算一直发行这种加密货币到2034年，2020年还是RA 代币发行发行量也是为1亿的，这两个加密货币。在所有的公司项目适用。刚来跟公司合作的伙伴，经常问加密货币的力量是什么？其实力量好多，
第一个是非集中化，第二个教育成本特别低，第三个快速付款，是特别快，你不需要浪费时间。第四个是隐私，也很重要的力量啊。下一个就是你的钱是你自己用，不是别人，不是别公司，你完全自己调整，你自己选择怎么用怎么弄。可靠的数据保护。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也是很重要的力量啊。然后最后的是什么都特别简单的，这公司想给每个人，给每个人好机会，提高自己的资本，本人的资本。在我们说收入的收入类型，收入类型的战略，总共有三个主要的三个，第一个是 hodl 战略 ，hodl 是英文的 hold on for dear life， 就是坚持起来的生活。公司已经三年一直顺利的工作，三年一直有所有资产的增长然后呢所有公司的加密货币就是 Wecco 代币和Wecco 硬币和 RA 代币有发行有限每年发行越来越少，但是每年想合作的伙伴越来越多，结果是价格市场的价格一直增加。下一个是对接战略。这种战略处理所有之前罚款操作法的问题。现在就是对接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然后Wecco 公司有两个主要的项目用对接战略是两个第一个是十九师每年收益率为50%第二个是 Crypto Accelerator 这第二个项目的每年的收益率是特别高，都是100%多。第三个战略是交易战略。这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个，也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你在Wecco 世界有限公司自己的就是本公司的交易所可以做个交易特别方便，就是自己选择什么时候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时间公司提供很多很多培训，谁需要介绍怎么弄公司就提供这样的机会
你能用 Wecco 两个加密货币。然后呢？公司网内免费交易，这个有很多好处。然后不充于也是简单的。这就是我给你简单的说了，Wecco 公司介绍。我希望现在，大家感兴趣对 Wecco 公司的项目，我想再说一下，我自己已经1年多，跟 Wecco 公司合作，看到了，我知道了一件事，就是公司准备了好多，项目，但是不是每个项目都从开始就顺利的工作，因为有几个一个两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没问题，但是一会儿公司发现，这个他们就是慢，这种越来越多人想参加，就系统忙不过来，就是这种项目的系统，他们就公司就决定停，关这两个项目，但是每个人收到了他的钱，而且收到了利润，这我觉得是最大。证明，这公司是不是能可靠啊？因为如果他们发现，哪儿有问题，他们就特快处理，而且每个人都收到他的钱，收到他的利润，这我觉得特别好。这就是公司的态度，对吧？我找到了很多机会，对我来说，Wecco 公司是一个很好的伙伴，我特别喜欢合作。我希望咱们再找时间再说每个项目的情况、条件要求什么的，我给你们慢慢介绍一下。今天就差不多了，到这儿。大家如果有问题，请给我写一下，我尽量回复。如果没有问题就差不多了。全部说好了。好像没有问题。那好的，我很高兴今天跟你们一起参加研讨会，咱们就下次见，再见。